想先跟他玩一下。你等一下，乖乖姐姐需要你，没有你你就直播不了了，好吗？哪是啊？我给他们看新玩法。Hello，Hello。他是玩具，我忘了。晚安，晚安。眼镜，我等一下要给你们看我们前阵子跟瑶瑶发明的新玩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嘛。哎呀，瑶瑶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没啦，你让他自己走嘛，不是，你不要去抓他啦。不要一直抓他了！哎呦哎呦！还记得瑶瑶吗？他为什么每次都屁股对着镜头啊？为什么不能头对镜头啊？你咬我！他很爱你的眼睛，好吧，等爱手机。啊！要不然咬。Hello 大家，你要喜欢先生跟你聊呀。那他突然要一直晃。这样根本看不到你了。这样看得到你吗 ？Hello 晚安。但是主角是瑶瑶，看根本看不到姐姐。根本看不到姐姐。喂，不可以爬上去，不可以爬，不可以爬，不可以爬。是妹妹是瑶瑶。不可以爬。妹妹不可以爬上去。OK，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刚说妹妹啊。对啊。妹妹不可以爬，哎、欸，好了，他是弟弟。哎、欸，我也能让他站手指头啊。我也可以啊。Hello。车妈妈。我穿衣服啊。哎哎哎，咬我啊、哦，好痛啊！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，不可以这样咬了。好点乖。美美，你这样子要不要穿？啊，好痛啊！他咬好用力。你好，没痛的。Hello，Hello， 来来，我给你们看哦，我们、啊、我们找到了，我们那个，我们发现他的一个喜好。你看，晚抱法，抱抱。你看，我们发现他喜欢这样子。超好笑的！他每次放玩具的时候都会咬我。哎，来，你的玩具，您的耀敦鹦鹉来了。耀敦鹦鹉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发现了新玩法。好吃吗？像好吃吗？超像玩的，超好笑的，你们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人这样做？加一瓶饮料，送你，来给你拿着。餐点是盘子啦，你的盘子。他会知道他玩具会生气。他玩的、欸。我们发现他喜欢这样子。我们发现他喜欢这样子，被捧着，像一个碗一样。哎、欸，好好笑啊，这个。超蠢的。哎呀，又要咬哥哥还把它放头上，妈妈好笑啊！哥哥还把它放头上，哎，回家说去了。我不行，叫哥哥来。而且还没有。这什么爆发？碗，我不知道，很像碗，很像一个碗。婴儿爆发。婴儿爆发。婴儿爆发。捧着。这样子爆发。好好笑。这样啦。
这样子捧啊。抱着，抱在怀里。这样子啊，姐这样子。抱在怀里。这样子，这样我来试嘛，我来试嘛。等一下，我来试试。姐这样子，一只手这样子。我知道啊，我刚刚也这样。我也可以啊。抱在怀里，摇。好啦。来。给姐。太好了。放了，放头上。你刚才也用过了。哥哥用过，我还没用。怎么了，姐？用了吗？我还没有用它。不要动，姐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去抢它，好不好？来，先放我一次。那边现在在直播。你刚刚看电视看三个小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他玩，都没跟他玩，看电视看了三小时。我可以看电视看这么久，不跟他玩。我可以停停养养很久了。他不疼。他超配合的。他有一种这里是哪里发生什么事的感觉。怎么感觉到肩膀就是想被变的意思？那我在这边就出去。带他去飞，杨小应该没有办法摔死。他应该摔不死。他一瞬间就飞起来。他自己起飞。它飞到我头上。给你，揍你。哎呀，走。飞到床前砸我。对啊，还蹦一下。直接上来。我就愿意上去了，你动不动？但你自己要小心。哎呀，你要转一下我的手，真的好难。哎，他的玩具还他。好痛啊！刚刚的咬。好了，现在可以给我。超级大力的。咬咬。对啊，他愿意才可以。OK。愿意。真难得。对呀、啊，真难得。不要丢啊！太会了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新玩法，超好玩的。突然间发现他喜欢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很常这样子捧着他。妹要去是吗？要啊，走吧。像小孩子一样。妹妹，你要不要换衣服？好。哎，我手机膜被咬坏了。哦，荧幕膜被咬了，有点颗，那个一颗一颗的，一颗的。哦是你自己摔了吧？不是，那个膜，我的是那个软的膜，被它啄的。哦，你是要保护壳是吗？保护外面那个荧幕的膜，荧幕的贴膜。哦，都是贴膜啊。你没有用就那个、哦。我没有用玻璃啊。帮我一下。我是软的，一般的那个。放走。哇，被它咬了，被它咬坏掉了。好，他叫妈妈，比我的还大。Hello， 晚安，大家。我刚刚示范了瑶瑶新爆发。姐，你看瑶瑶。你们晚了点。自己起飞了。他们现在要带他去那个。练习那个去飞。自己都不小心把电风扇拿过来。我是扣到桌子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要避开电风扇，你才扣到桌子啊。拼图被摇摇手机咬坏。那你们还不换衣服吗？我告诉你们说，真的，我是想要闪他战架。你去是闪他战架。先去洗手间。大家晚安 ，Hello。我下洗手间。要。Hello， 草莓酱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刚刚抱瑶瑶的时候你们没看到。大的监狱。太早开始，太早抱他了。Hello。嗨，佳卓，嗨，月晓。练飞这次有做什么保险措施吗？有啊有，我们有那个绳子，我们会帮他勾绳子。买了，我们现在有三条绳子，就是我们是想让它可以飞高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会串，就是两条串在一起这样子，有打算这样子串长长的让它飞。今天戴眼镜，对啊，这是我，新配的眼镜，不过也配了，配了多久？两三个礼拜啦。
配了一阵子。你们应该有些人有看过我以前的眼镜，我以前的眼镜超级就是书呆子，就是黑框那种，对，书呆子眼镜，前阵子配的新的，好看。哎，小玉 ，Hello， 明天就要去跟阿姨，哎，恭喜你啊，这样很好啊，小玉，小玉，我刚刚表演新的爆音无法，你也看到没有看到，太可惜。装 AirTag， 你说那种卫星导航吗？你说那个有那个可以 GPS， 对对对，装在他身上那种。可是绑着应该就行了吧？飞行绳勾着。有近视，对啊，我近视。哎，卢卡 ，Hello， 卢卡 ，Hello， 等回播就好，我可以再报一次，那过来再报一次。等一下，来，再报一次。卢卡，卢卡，你看我们抱瑶瑶的新爆发。你要改玩具要拿玩具在你那里捡一下。吓到人。给你，不是我的手，好笑，人心爆发，今天超好笑的，就一坨在这边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好笑啊？有个可爱的，好热，在看荧幕，好厉害，厉害了，去秀，干嘛？正一点，看能不能正一点，你可以，正一点。Hello， 我想要去训飞。对，我们去训飞，你衣服穿上来，来来放上来。呀！不行啊，会有人看见啊！耶，瑶瑶，呵，一号餐，那有二号餐吗？二号餐，那个三号餐来了。没有四号餐吗？四号餐这是活的呢。五号餐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五号餐，又想咬我手了。五号餐超好笑的，一直这样捧着，太可爱了。跟婴儿一样。慢一点，虽然他本来是个婴儿。你只要靠近衣服，他就跑起来。只要靠近衣服，他就要跑。对啊，我每次都离远远。哎，上一次是有在直播的照片吗？没有。哦，还没有过是吗？还没。干嘛很想要的呢？啊！踩到我了。抱歉。鸟类不怕晕，对啊，我有点想大便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看过直播的时候被电。为什么还要被电？要把小便被弄死啊！他的玩具。我一定会阻止你！不。好乖，然后他现在越来越坏，他现在都一直咬人，而且咬超大力，他以前还轻轻咬，他最近都不跟你客气了，直接用力咬下去。哪有啊，他咬爸爸很大力，他也会咬弟弟啊。比较常见的陌生人。你也是啊，他也咬弟弟咬大力啊。他最近都咬人咬大力，讨厌，太坏，长大了就太叛逆。变不乖。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主持人在笑。苹果的 AirTag。玉马的用户信。我没有 Apple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快点。你是根本没讲啊，他衣服还没换啊。哎，谢谢生气糖的告白气球。如果你现在不去，等一下天黑了。Hello， 生气糖。你有看到我抱瑶瑶吗？对啊，在抱是吧？没有吧？要去讯飞了。吃饱才来。他是早上没吃。谢谢小玉的行李箱，还有幸运草。快到北极熊。吹电风扇。嗨，思源，谢谢思源玉饭团，我积分大师晚安。我感觉要比较爱我没穿衣服啊。你快去穿衣服。我没穿衣服的时候，他都不咬我。哎，我们大家今天都穿绿的，好好笑。只有你不是啊，你不合群。我们今天大家都穿绿色，哇，每个人都是薄荷绿，大家颜色一样。薄荷绿。
哇，只有我是黑色。我跟你有一样。蓝色。我要去。我跟你一样。啊，你是什么？还有姐姐。哎，你要不要放背景音乐？哎，好啊。放背景。你总是喜欢放的时候。那怎么飞呀、啊？啊。你带到下面要怎么飞？那就拉飞啊。他也不愿意飞啊。他飞，我在后面追。我进来的时候你正在放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很像小宝宝。是一直走路。对对对。那个，把它捧。很像小宝宝啊！你看这样，这样捧捧着。感觉会很惨。超好笑啊！小小一个，好好蠢。这不能在飞的时候就停，就不要跑，那个拉一下。没有啊。我不知道，你可以拿下来。嘿呀。应该冲很久了吧。你看，我穿衣服的时候他怕我，我没穿衣服的时候他不怕我，到底搞什么鬼？现在有点搞混。你期待下礼拜二吗？哎、欸，你还记得啊？吵架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好不好？我超紧张的。哎、欸，我都还好，我都还没读哎、欸。对，哎呦，哦，怎么办？我笔试那些都还没读。哦，哎、欸，还是我们一起读啊？要不要陪我？帅哥都不是那么。陪我一起读笔试。超害怕的，然后放心的哦。没米了，他就吃。礼拜二就考试了，天哪！礼拜二要考驾照，超可怕的。咬漂衣给他看吃。妹妹发现没穿衣服就不会被咬。为什么啊？小心明天要上来了。哎呦。为什么啊？笔试不是很简单吗？真的吗？可是我都还没有看呢、欸。走了，弟弟。哎，弟弟，帮我把我那个笔试那个小一小本在我桌上，那个笔试错一题难过，错一题哎可以错几题啊？我记得及格是八七点五，什么哎？及格分是几分？因为我穿衣服的时候比较会欺负他。我桌上。你说你的口罩在那边了。我也没有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汽车驾驶，笔试题库手册。哎，我们来读书吧。你有做过模拟考没有？我连模拟考都还没有做过哎，好可怕！我会不会？哎呀，我会不会笔试没过？然后那个什么路考也就不用考了。遥远。需要更名吗？你之后如果平日开，我应该当不了新生小编啊！真的、哦，你的新工作不能偷看手机哦。飞行神，等一下，自己飞行神、啊。太可惜了。别吵了，臭瑶瑶。哎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吧。我们来一起看。喂，别吵了。右弯，左弯。我当化学老师。好，连续弯路，先下右。好难的，虽然用电脑工作，不过新环境啊，不敢太放肆。E D 片尾。哦。我找马全死。你到底要不要？走走走！我终于找到他了。弟弟推荐了我一首歌，我们来听一下。那个也很好看。没多好听啊！后面在后面。那我想听。你们快去吧，去天都快黑了，你不知道也要飞。要你先下地板。简单吗？哎，小白兔明天生日是不是？生日快乐呀！生日快乐。事业兔，生日快乐！拜拜，瑶瑶，拜拜。瑶瑶，拜拜。小玉今天生日，不是吧？你不是八月十七吗？我都记得，好不好？你八月十七，在路上看到春妹要一吹口哨，二回头，三继续开车。哈哈，三啦，当然是三啦，对吧？拜拜拜拜。呜，哎呦，还不错，蛮帅的。
弟弟推荐的歌，听过吗？你们？哎 ，Grace， Hello， 你改了生日哦，想遇夸张。看到这边就开始你的观点真奇怪，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反正就要继续开车吧。来读书吧，我们。怪死生日，我记得是七月吧，对吧？嗨，易凯。今年生日感觉会空虚一点，为什么会空虚？哦，哎，不对吗 ，Grace？ 那几月？哎，五月啊。来听个歌，还有什么？Grammarly helps make your writing clear and concise, no matter where you are. Compose a cover letter. Super Idol 的小人。哦，第一首就这个，我按那个。我按那个2021七月新歌一小时半无间断，一点进来第一首就这个，这也太红了吧，真的是。谢谢福福妈一房的心，生日一直都很空虚，真的、哦、不空虚的、啊。我重要吗？啊，你不跟我讲一下吗 ，Grace？ 你不跟我讲一下吗？哎，我们来边配 BGM 边读书。我考你们好了，怎么样？看你们会不会。那年滴滴青春的蒸馏水，在这独一无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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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月十一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一月十一。一一一哦，我平时都怎么发掘新歌？怎么发掘新歌？我很少发掘新歌，通常都是看抖音吧，或者是看有没有人在唱，就是可能同学有些会在那边唱啊，然后我就啊、哦，知道这首歌。有点卡痰。你生日会直播吗？8月18。我还没有排那个时间，我还没有排到那个时候。你们希望我生日当天直播吗？其实也可以，我可以边直播边吃蛋糕。看你们，谢谢周李恩的预饭团。我跟你说，闲仔整天在那边听绿绿绿。有点零零什么？真的啊、哦！哇，一月十一耶！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跟我说过，不然一这种数字，一这种数字应该基本上都很难忘记吧？对不对？应该很难忘记，对。线上生日会啊、哦，真的、哦。看什么书？那个驾照，考驾照，这个汽车驾照，汽车驾驶人笔试题库手册。啊，看抖音，对啊，我都这样。
你生日礼拜几？礼拜几？我看一下。星期三呢？星期三。哦，我生日那天星期三，星期三，对，没礼拜一，对，你礼拜二。谢谢我今天拿的喜帖玫瑰。试题库，啊，你不想回想起？为什么？可是人家都说很简单，剩下一个礼拜，我剩两天，我后天一早就要考试了。妈妈，阿妈说出门了。喂，你看你们剩一个礼拜才读，我剩下最后两天我才读。哦，我剩今天跟明天可以读哎。哎呦，天哪，越想越可怕。欸，我真的越想越可怕，怎么办？我礼拜二早上就考试了。对啊，我剩两天了，还没看。哦，妈妈生日，欸，对对对，妈妈生日，妈妈是21号，星期六，妈妈是星期六，我星期三，你们星期一。哈哈，熬夜，哎呀，我剩两天，欸，我剩没有，我剩一天又多一些。对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了。我们一起看，一起看，一起看，一起看啦！哎呀，不行，我现在，我现在不能不看了。我们一起看，我考你了，我顺便读。哈哈，好多，等一下，找到图片。哎，都图片哦哦，没有。啊，好好来吧。哈哈，前两天才看书。哈哈。谢谢青云的行李箱。大学期末考早上4点，哈，好早，我起不来。吃饭了吗？我还没吃。哦，谢谢你的月饭团。来，第一题哈，有些还真挺简单。谢谢各位神月饭团，吃月饭团。嗯，来，我来考了。交通法规是维持交通秩序、保障交通安全的一切准则，不但要了解，而且必须遵守，才能达到秩序井然、交通安全之理想境界。这已经全全完了，太简单了。下一题，谢谢叔叔的月饭团啊 ，Hello。哎，你错绿绿是这个吗？这太简单。来第二题哦，加强道路交通管理，维护交通秩序，是确保交通安全之要务。哦，不是，啊，废话不来。哎，这太简单。全，这就是全啦，哦，就这个，哎，也太巧了，刚好就放了，对，刚好就这首歌，原来就是这首，这是老歌，哦，这怎么听起来很新啊？感觉，他说7月新歌，哎，哎，这个抖音有，我听过，我想到了，我听过，难怪我觉得有点耳熟。哦，对啊，这个我好像有听过，我记得，嗯，是有人那个，有人那个翻唱是不是？因为这感觉还蛮新的，
图形体哦。可是图形体没办法考你了。谢谢三三长一放心。来来来来，继续继续。哎，这个，等一下啊。哎，遵守交通安全，不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，必可减少交通事故。圈圈，我是优良，哎，这选择题哦，来喽，我是优良驾驶员，随时随地遵守交通规则，希望警察为了交通安全，对于违规驾驶人，应一加强加什么啊？加强勘查，从严取缔。哎嘿嘿，不要取缔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这个真的是违背人心的题目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有一半的人会希望，哦，拜托不要取缔我。可是不行，答案还是要选，当然要加强取缔啊，对不对？才会安全嘛。啊，好烂哦，有没有难一点的？我找一下。哎，红色，我找红色，红色，我找红色的题目。我刚刚看到有红色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红色，我跟你讲红色的题目，红色有个难点吧。那个是非题，标志是指管制道路交通，表示警告、禁止、指示，而在路面上刊画之线条或文字。哈，我听不懂这题目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在路面上画的线条或文字啊，那个不是标志，那个是线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是叉叉，哎，是叉叉，哎，厉害哦，嘉阳会是叉叉啦，不对不对。哦，标志是指管制道路交通，表示警告、禁止、指示，而以文字或图案绘制之标牌。标线才是，标线才是画在地上的线。哎呦，好难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有点难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有一点儿难呐、啊，有陷阱哦，陷阱。半生雪，哦，你都知道，好厉害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没听过，天哪。再来一个红色的，汽车牌照不得伪造、变造或蒙领，但得借公。得借供他车使用啊！哦，他的意思是说汽车牌照不可以伪造，但是可以借别人用，不行，叉叉对不对？叉叉对，不可以，不行，当然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一定不行。啊，我这个段你听过吗？不行，当然不行啊，绝对不可以的，好吗？不可以借人，不可以借人，对，不可以借人。再来一个红色的，已缴销牌照之车辆，得再重新申请牌照使用。圈圈，圈圈，对嘛？已经缴出去的嘛，就要重新申请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嗯，啊，还行，考驾照，哎，对，我要考驾照，我要考驾照啦！我手机题目怎么卡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在找红色题目，红色，哎，有，来哦，红色题目，选择题，啊，这首我听过。我在小红书听过，
好痒。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个有点难哎。汽车检验分三种啊，你们应该会啊，我没有去检验过。汽车检验分三种：一、停驶、定期、临时检验；二、申请牌照、定期、临时检验；三、报废、排烟、定期检验。哎，我不会这个。这有点难，这有点难。这个二哦，二，汽车检验是什么？就是 每年都要检查的东西吗？考试要回答多少条题目？我记得是四十，哎，我记得是20题是非，20题选择，应该是。嗨，安和晚安。你们会这个吗？汽车检验，嗯，汽车检验，出厂后哦，出厂5年后就要开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是二。申请牌照，牌照可是牌照不是只要不是第一次申请过的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申请牌照？汽车检验，汽车检验要申请牌照，申请牌照定期哦，定期检查那个我知道，临时检验，临时检验是什么啊？申请牌照。出厂满5年，1年1次定检；满10年，1年2验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哦？哎，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记得啊？挂牌要验车啊，所以申请牌照，那申请牌照不是只要申请一次就好了？不是申请一次，然后，好像基本上就不用再重新申请了，不是？你真要考汽车？对对对，我要考汽车驾照。我要考汽车驾照啊，反正 我把它背起来。汽车检验分三种，然后是那个申请牌照、定期跟临时检验。临时检验就是随机抽检的那种吗？算了，下一题来。小型车辆全高不得超过车辆全宽之 1.5 倍，其最高不得超过。最高不得超过，哎，这我也不会，哇！最高不得超过1.75公尺，2.85公尺，3.25公尺，你们会吗？你们会吗？这个，哎呦，哎，这首好好听啊，这什么歌？哎，这叫什么？你们，这个，这蛮好听，不知道名字。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没写名字。算了。好难，对不对？比较会忘记的可以抄一下。好的，可以。被抓那零食，我也不知道零食是什么。监理所也会寄通知单过来。哦，哎，很难对不对？好难哦，好难哟、哦！嗨，修泽，嗨，洛林小小，太小声。如果丽卡爸有四轮车。定检哦，有啊，他都不理定检。
谢谢夏夏的魔法棒。Hello， 青云，哎，这首好听啊。林瑞宇 ，Hello。他累到那个连翅膀都不收起来，直接趴在草地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累啊？嗯，天哪！很辣，赖皮。哈哈哈！哇，哎，有人是丢了几楼？他累成这样子？才三次而已。没有啊。那么懒惰。十次哦。哦。哇，这么累哦。翅膀。啊，好累哦，瑶瑶，可怜。好可怜啊！直接趴在草地上，哦，还好，正常正常。你看，好多，全都。我也被咬了两大颗。咬。咬的还好。那个啊。哇。咬咬飞太累了，翅膀都不收，直接趴着。好好笑。他那个整个就这样子趴着。直接趴在草地上。对，是你。你怎么叫我都不理。怎么叫都不理。对。都是他的，不是躺他的。太神了！谢谢小玉的玉饭团，哇，玉饭团，哎，妹妹超爱吃玉饭团。所以我们有去 seven 去犒赏妹妹。又买玉饭团啊？没有她的口味。哦，妹妹超爱吃玉饭团，想到玉饭团就想到。弟弟。大声我也不知道歌名，好吧，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，不知道什么歌。加油！我来为你喝彩。谢谢夏夏魔法棒。医生会不会担心八月的生日会无法办？应该不太会无法办吧？都已经降级了，不是吗？不是二级，不是降二级，应该是可以办啦。你看瑶瑶都没有力争小二级。红包。你看瑶瑶。谢谢贵司的红包。瑶瑶她都没有力气跟小二。瑶瑶没有力气跟奶妈妈打架，跟弟弟打架。谢谢贵司的红包。那有好多吃草的虫。李四加油！背书比较简单，录好比较困难。可是我总觉得背书有点难。瑶瑶耍废，对，瑶瑶耍废，瑶瑶不运动。验车时间超过，顶多罚900。罚900，跟姥姥讲，验车时间超过罚900块。对，有规定一定要验，有规定要验的，当然，拜托，哎，你不能去考试，你不能开车，我已经被罚过两次了，爸爸被罚过两次，你一定会被罚、哦，忘记是不是？是爸爸一直忘记，我一直叫爸爸去，你看，爸爸不会，你看被罚过两次，我就是，我刚刚就跟你们说，那、这个是什么？巧克力欢迎。可以吗？他一直找人分，没人要。我要。哎，我跟哥哥说一下。可是哥哥勉为其难，他跟你。我要，他为什么不跟我讲？因为在直播。我要吃。哎，我要。哥哥又没有要，哥哥不爱。我要。他买了。要了。哈哈，给我一半。哥哥说不好。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看他正面？你看，哎呦，好可惜，人家长那么漂亮，你咬了一半才给人家看。最后一个人开始给一个人。来不及了。啊？不用了，那给姐姐了。耶、yeah。对，你看，我刚刚就说，姐姐说她要啊。爸爸他都。我也说我要的。爸爸每次那个验车都一直拖，被罚过两次。要在唱歌吗？谢谢小玉的玉饭团，北美有好多玉饭团你可以吃。啊？有玉饭团这东西？玉饭团礼物。物啊，真的假的？嗯。是什么口味啊？肉松吗？我怎么觉得像鲑鱼啊？还是明太子，我不知道，橘橘的，那什么口味啊？那应该就是明太子，明太子鲑鱼，是吗？是啊，颜色比较肉松，瓦萨米鲑鱼，明太子鲑鱼，然后那个颜色比较像明太子鲑鱼。哎，我咬掉，嘿嘿。八月要不要比较匆忙？
哦，场地周边，可是真的吗？可是还有半个多月啊，如果生日回的话。看起来像明太子，谢谢超哥一饭团，谢谢超哥一饭团。瑶瑶过来偷吃吗？你不能吃。好多一饭团，你最爱的一饭团。好多一饭团也不能吃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眼神死。什么的？弟弟是妹妹是要吃的是什么一饭团啊？妹妹超喜欢那个，喜欢对炙烧，妹妹每次都吃那个炙烧雪花牛口味，一下就没有了，就今天好久都没有。对啊，都买不到。我喜欢那个鲔鱼口味的，我喜欢鲔鱼口味，我觉得鲔鱼很好吃。还有什么？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桃木熏鸡啊，我觉得也蛮好吃。有那东西？有，都吃那个以前。Luca， hello， 谢谢小玉的玉饭团。明太子，嘴巴的笑容。哎，但巧克力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好吃。我喜欢韩式泡菜，哎，韩式泡菜我也蛮喜欢吃的。红包，谢谢小玉的红包，耶！谢谢小玉的红包，就点了按墙。嗯，好吗？我帮忙想到了啦。还有，月亮月好吗？谢谢小玉。嗯。滑了，好好看。小拼图要滑的。我要帮忙。谢谢画单色玉饭团。很干净的黑给瑶。你要不要洗干净？肉松鲔鱼跟炙烧雪花牛，哦，你也喜欢炙烧雪花牛？炙烧雪花牛很快就没有。炙烧雪花牛，我好像比较还好一点。大家都喜欢。妹妹只吃炙烧雪花牛。谢谢小小的鱼饭团。他连手都没力气。哎，我刚刚打到还没讲，突然想到。我要吃巧克力。车辆前高不得超过那个最高不能超过2.85。嗯，来，姐姐小凤小爱，一起搬，一起搬。啊，怎么会有？他们带瑶瑶去训飞，飞完之后每个人都要犒赏一下，所以瑶瑶我要犒赏他喝奶，我要去犒赏他。他根本不想要。我要犒赏他喝奶。谁偷吃巧克力冰棒？爸爸，干嘛？爸爸，哪个对不爸爸，躲在那边吃巧克力冰棒。好吧，躲在后面吃巧克力冰棒。每次红绿灯都给你了，晚上只有披萨，你吃披萨那么好？我要披萨，今天。不要。你要吗？我要吃那个。快点变。竹美的。哎，好大哦！我喜欢这个。哎，你要吃竹美的那个烧鸭的那个啊？哎。你要吃中美那个烧鸭丝啊，鸭丝啊，要不要？我突然间想吃哎，想不想？这个很咸哎，还好啊，还好啊。你不要吃烫手好不好？我以为爸爸心如止水。爸爸也会偷吃的。你去洗手。放开。我想吃那烧鸭丝啊，你不吃我吃啊。什么？我要去吃那烧鸭丝。我现在都7点了。烤鸭丝。你还要去买啊？啊，那么近，我现在打电话看看。很近啊，每次一去都是1个多小时。排队要等。
等啊，我现在打电话啊。可能会找吧。零到一百哈清楚，再从一百哈到哪个进入？华泰牛肉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还有呢？你再跟我推。什么？你们喜欢的是什么？华泰牛肉。忘记了。麻酱也过去。那个什么？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陈姐啊，你不要跟我讲。我还要给你封口费。华泰牛肉成二。华泰牛肉成二。哎，麻婆豆腐成二。哦，我一份应该搞了。都吃。你们家今天晚餐吃什么？妈妈说她要去买外面的菜，买什么？什么烧鸭丝，炒什么？炒鸭丝哦，还有那个滑蛋牛肉跟麻婆豆腐。嗯，我以为爸爸应该很刚正不阿的说，没有，他都躲起来偷吃我们零食，而且我们都不会发现。对他很厉害，他在那边摆哦摆，好像哦没有吃过一个，啊笑死我了。每次偷吃我的东西，然后都会重新摆放，你知道吗？摆了一副还没动过一样。炒饭，吃掉之后还要把它铺回去，刚对象一模一样，让我们看不出来。摆了他最会做这种事情。哎，走啊！嗯。然后最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就亏了好几手。你要你这个，你要这根呢、啊？我这根本来想说我要送瑶瑶，瑶瑶要不要？要丢了。丢了，好吧。要丢了。我的巧克力棍棍。送瑶瑶你就丢。好，但你都感觉很好吃，超好吃的，我喜欢。摆出一副我没有要吃，爸爸专业偷吃，很幼稚，真的对。超级无敌幼稚的，你知道吗？够夸张啊！还有那个之前那个排骨，不是买什么排骨便当？不是买排骨便当，不是都是那种一片排骨，然后切一条一条吗？爸爸会偷偷拿中间一条，然后再把它拼回去，然后变得好像一样的完整一片这样。哦，对，超狠，超狠，很懂的要怎么。哎呀，假装没有这回事。你要吸管干嘛？才厉害！我车上没吸管啊。对，嗯。我车上没吸管。我有看过他偷拿，然后还把它塞回去，还把那个位置调一下，看起来平均一点。哦。妹妹，超会的。妹妹，天黑车上不能玩手机啊。哎，妹妹不要去了，你陪我在家了。妹妹，你要去了。我来唱歌。你可以先帮我倒一杯水吗？弟弟，你妹帮我倒一杯水吗？喝我的，喝你的。我还没喝嘞。我刚才看你喝的。好啦，喝一口而已，一口而已，你可以喝这。怎么巧克力、啊？算了。我喝这，我都喝这。弟。我都喝这，我没有喝过这。弟。好啦。我的杯子是不是在我桌上？我大了。妹妹，给你。要水啊！你放心，也没到。我把茶拿过来。好好，你把茶拿过来。拿着。好了，被抓了。妹妹不会唱蜜雪的名字。辛辛苦苦偷吃一块，还要被公开嘲讽，笑死了。姐姐也是呀呀呀。把盒子都丢掉，就很难发现有多少个。弟弟。喂。我就开水再加那个。也没有唱。那你帮我倒水。我到现在简单。妹妹想唱什么？知足吗？还是昨天我们一起唱的？约定。要吗？我们一起唱那首。他唱的约定很好听。你选。你想唱哪首？你选，我都不。心情不好的时候。你刚刚不是说一起唱？等一下你自己来。哎。倒水。
冒点香。我也需要喝水，再加一个一点香。好啦，送瑶瑶。再加一个。不要送瑶瑶了，别掉掉。你让他洗干净，他不能吃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给他吃巧克力，他死掉。不可以，他会死掉。只要你没有舔干净。对，我没舔干净啊。哈哈。那巧克力会紧张。没看到姐姐没舔干净。你拿过来就算了，真的是讨厌。这些小妹知道哎，真的什么歌？确定宝宝给我吃了。我好了。哎，你在家呢？我们可以玩呢、啊。玩什么？知道。Switch。太多啦。姐姐要你陪。这样不能玩Switch的，我很快，我很快，饭追一下了吧？哇，哇，你们猜猜这是谁倒给我的？当然是爸爸。哇，爸爸都是倒给我茶了，爸爸。哇，稀有，哇，这是夸张。拿回，不可以，那我的，来。我的我的，谢谢小恩的预饭团，哇哎、欸，不愧是妈妈，妈妈使唤的，太厉害了，啊爸爸的封口水，所以那个可可吧，有你的吗？什么东西？爸爸很难得，妈妈指使的。来，我们来唱歌。你唱啥？你选，我都不行。我们昨天一起唱。哦、oh. ，好吧。怎么唱？你我的都是啥？嗯。麻袋。麻袋的都是啥？嗯。麻袋的都是水。愿意倒就不错了，好吧？来，我来唱昨天你唱的。要唱，要你必须唱。我妹都使唤我爸来使唤我。哦，打我！我没有，摸摸哎。那你可以不要用纸摸啊！哎，唱快点！我昨天跟你，昨天不唱过。唱。你又没唱。我不会这边。唱呀！哎，我会副歌。披萨来了，哎呦真好、啊、披萨来了。啦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氧气。哎呀多可爱。的美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几时。好高。我读书，哎对啊我读书。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，要做快乐的自己，照顾自己，就算有天一个人孤寂。读三题。习惯在彼此眼中找
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也答应永远。往事就是以前的事情，以前的事。要做快乐的自己，照顾自己，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，你我约定，一阵桥段快要喊停，也说好没有你，你彼此很透明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妹妹好可爱，不知道歌词意思还那么深情。妹妹好厉害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真棒！去机场，好可爱。啊啊，脸好软。啊。你好厉害，不知道意思还能唱那么好，厉害厉害。不是只有唱字吗？好厉害。哎呦呦呦，看得懂就好。人家看得懂就看不懂。哇，哎、欸，好多人拍拍手，你看啊，鼓励鼓励。哇，你看他们给你掌声鼓励、啊，谢谢普利斯的、嗯、鼓励鼓励，谢谢森森堂鼓励，谢谢家长鼓励。喊我讲，好，可以。唱的比知足好，哎、欸，他们说这首你唱的比知足好、欸，然、嗯、后再唱一次。Grammarly Grammarly。With Grammarly, you can find really good, no, perfect words. Let me.哎，怎么有这个啊？怎么有这个？要唱这个吗？这我也会唱，对。可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滴滴清泉的蒸馏水。你压着我，我终于说好了。好吧，我不会了。我也不会。没有歌词不会唱。不会。谢谢各位的拍拍手。我又没有唱。哇 ！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丽，的天，八月正午的阳光多美丽呀！耶。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可能人人都能忘记。可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滴滴清泉的蒸馏水。我只会你那个用鼓励那一段。滴滴清泉的蒸馏水。拜拜小玉，下次见，希望可以见到妹妹。在学校有学吹纸笛吗？他们还没开学啊，他们还没有去学校。哎，七点多了，练排名，练排名，来，这么快，偷偷练习。你们出去玩玩游泳很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玩，你忘记了？我不会这边。都没你，我们都只会这两字这几句。It's me, Steven， 谢谢第九名 Taco， 谢谢第八名超哥，谢谢第七名呼呼猫，谢谢第六名微积分大师，谢谢第五名虾虾，谢谢第四名青雨，谢谢第三名 Grace， 谢谢第二名森森堂，谢谢第一名，第一名下礼拜要见阿姨的相遇，谢谢耶，恭喜你，恭喜你要见阿姨，谢谢。哎，小玉没听到你。
爸妈爸妈爸妈。打自己。小玉见阿姨，加油！你亮晶晶，痛吗？不痛，不舒服，还好。拜拜，跟你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拜拜拜拜，要拜拜了没呀？呀呀。